说实话，我也不知道是不是我做的，可能是我做的坏事太多，所以我想要做一个好人，就跟你们一样。可是你们不能想象，要从一个坏人变成一个好人，有多么困难。 拜托你几件事情，你回去的时候，可不可以想办法让他发脾气？他如果发了脾气之后，心情就会好一点。或者，你帮着他来骂我，骂得越狠越好，别人越气我越恨我，他对我的恨或者气就会少一点。 还有，你知道，他可能不是你想追求那种女孩子，可不可以拜托你做他的朋友，或者是做他哥哥？因为这样的哥哥，他一定会很高兴。 哥哥才对，拜托了！我真是倒了八辈子霉才有这种哥哥，真是混蛋，超级混蛋，低级的混蛋！这种混蛋观念，老李真便宜他了，至少不会被杀被砍。 轻轻松松过日子。
关久一点啊！妈，我现在好轻松，真的很轻松啊！骂得好累，休息一下。是啊，阿德是初犯，再加上证据不足，现在已经可以交保候传。只要他在缓刑期间之内不再犯案，那么最终的判决是一颗罚金。这些专业的诉讼问题，当然我们还是要请专业的律师来处理。找律师帮他脱罪，我不干。坏人就是应该要受到惩罚，才知道什么是对的，什么是错的。他们是坏人，阿德已经受到惩罚了，他现在需要的是一个机会。他的机会需要钱来创造，可惜我没钱。我有啊。那我恭喜你，阿美。我说过我没钱，也没机会，也没必要为那种人多花一点力气。他是你哥，所以不关你的事啊。我到今天才发现你固执的一点都不可爱。我不喜欢欠人家东西，尤其是人情。如果要借我钱，我就拿冰店做抵押。我要你的冰店干嘛？